小哥哥。你谁？我叫阿美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只是中了我的软香伞，并无大碍，只是使不出武功而已，再过一个时辰就能恢复。你想干嘛？为何要害我？害你？小哥哥，你不要乱讲话，我怎么舍得害你啊？我今日在街上看到小哥哥长得玉树临风，风度翩翩，真是人中龙凤，心中好生喜欢，便自作主张地把你带回了家。小哥哥莫要见怪，我也是一片真心。姑娘你自重，我已有娘子了。你有娘子也无妨啊，我们族人自古以来逐水而居，崇尚自由，从来不拘泥于世俗和婚姻。阿美今天是真心看上小哥哥，想跟小哥哥有一段露水情缘。姑娘，你要不把我手脚解开，你如此硬来，天下没有哪个男子会乐意的。我们族从来都是以女子为尊，女子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男子，男子是否愿意我不在乎。小哥哥，你只要老老实实听话，阿美会让你快活的。我不可能背叛我娘子的。没关系，小哥哥，今天的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姑娘你自重，我一向很尊重女性，但如果你再这样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现在不乐意，过会儿你就会喜欢了。阿美，爹，秦阳城，把腿放下去，没事吧？爹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要是再干什么的话，蓉儿也不愿意了。不会，不会了，成儿当我的女婿，过关了。阿美，好棒哦！还不快把衣服系好？